日前，吴亦凡为某杂志拍摄一组时尚大片，这组大片中，小爷吴亦凡或银发或红发出镜，无论是蕾丝衬衣搭配西服，还是花俏外套搭配竖条西裤，都完美彰显绅士魅力。回国后的吴亦凡事业顺风顺水，走上伦敦时装周 T 台后，再一次走上国际舞台，参加 NBA 名人赛的行程，并在 NBA 之旅结束之后赶往电影《极限特工3》的拍摄，被网友称为“似有新人”的他，在音乐、演戏、走秀、篮球领域中不断挑战自己，就如他说过的，只要努力就会实现梦想。我想装作听不懂的样子，给我一双被子。